好，那麻烦你就是打开 LINE， 然后帮我扫一下 NU Pasta 的 LINE 的 QR code。我们现在要拍的是那个会员加入的这个过程。好，帮我按加入好友，帮我按聊天，然后你帮我按这个会员专区，然后许可。你以前没有加过会员吗？哦，没有，没有。好好，这样比较好。好，那你这时候帮我输入你的电话号码。好，这时候会收到一个简讯吧。嗯，这时候你先帮我输入你的那个自己要设的密码。我远离。好。嘿，好，就是。你刚刚输入电话码嘛，现在就是要输入密码，你要设定的密码。这是什么？昵称。哦，昵称，昵称就自己设就好了。好。那我按下去喽。好，注册。嗯，有。好啊，快来点餐。然后我看一下会员卡。这边就有了。嗯 ，OK， 好，谢谢你。OK。